长的尖叫声很厉害，不愧是我们最美丽的主持人。对，还有他的哨子声也很厉害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，却怎么样也飞不高。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，却成为猎人的目标。我飞上了起点，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。谢谢。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人生没有变得更好？未来会怎样？究竟有谁会知道？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？我永远都找不到。手指呢？
Thank you。Listen to the sound here in my heart. The melody I start, but can't complete. Listen to the sound from there.